房子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关心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现在来到了最美小镇高德瑞奇，我身后就是这个小镇的游客信息中心。伊丽莎白女王啊说这个镇啊是加拿大最美的镇，美不美还是大家看了说了算。我们来到这个镇的中心休仁县法庭，这个古老的建筑现在是宾馆。我们在这个小城的街道上行走啊，很少看到有行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德瑞奇城堡，这个地方也是这个镇的政府。这个镇人口啊是不到8000，占地面积8.4平方公里。这么冷了，这个花开的还挺好。今天带大家逛了一个小镇的街，这个街道还是比较干净、比较整洁的，路灯比较少。在中心地带呢，它这个路是四通八达。今天准备带大家到湖边去看看。好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明天再见。